今仔日六月七八日，适逢端午佳节。礼化社区举办113年社会老人福利加端午众乡青春活动。婆婆妈妈志工一透早4-5点就到场开始洗帐叶、擦帐料，无闲的一天开始咯。最有经验一群包肉粽的婆婆妈妈们蓄势待发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开始接手相当劳煎。志工婆婆妈妈们开始包肉粽，今仔肉粽要包一路花1688粒，另外素食菜粽要包320粒，总共1999粒，要予长辈长长久久平安喜乐。今仔贵宾相当侪，也到场，祝福大家在端午佳节平安顺遂，佳节愉快。另外，社区发展协会黄丽敏理事长表示：哦，感谢哈，我遮丽化社区。哦，我就一年一度肉粽节吼，啊，伊阵粽，伊今仔要包肉粽，前粽吼，我一挂老大人，甲一挂志工就拢出来伫遐咧洗粽哈，甲天明光4点我就拢出来啊。我就会要包一七落肉粽吼，包1688粒，素食的320粒，拢总加到1900几粒，要送予我家己里内的肉食团体，加予我一路来感谢我。感恩我听我的人，一寡算包一寡感恩粽，要送予大家吃。哦，啊，就大家欢欢喜喜啦！你看，即群老人安尼，拢5点外就出来吃斗脚手啊，真感恩恁呢。哎，真感谢大家今仔日当来参加阮的端午节活动。啊，其实咱内底有足侪足厉害的包肉粽的师傅，啊嘛有一寡袂晓包的志工，啊，咱嘛有一个传承的意识存在，予大家有这个机会会当拢学习会啊安那包粽。阿妈就欢迎大家会当来阮礼化社区，甲阮支持，甲阮鼓励，好，多谢大家。各位贵家，我是一年一度的迄个咱端午节啦吼，啊，咱礼化社区吼，迄个咱礼民理事长啊，足关心咱礼民的啦吼，啊，伫即个迄个款哦，端午佳节前夕吼，来包遮侪肉，包1000多粒肉粽吼，要分予咱的迄个社区内底的迄个款有需要帮助的民众啦吼，啊，我嘛感觉讲哦，迄个代替咱台南市政府，咱两位伫市长来感谢咱理事长的迄个这份的热心啦吼，啊嘛感谢讲哦，咱长久以来对咱公所还有市政府的支持啦吼，啊，希望讲大家共同哦，伫即个迄个款哦端午佳节时阵哦，有即得到因。你这肉粽吼，啊，有感受到迄款啊，咱这端午节佳节的气氛啦吼，啊，主要最后大家拢会当诶，迄款端午节佳节。哦，咱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吼，啊，今仔日呢来到咱啊礼化社区吼，啊，由咱理事长吼，咱礼民姐啊，哦，啊，甲咱这志工，啊，甲咱长照2.0，咱这的志工妈妈。还有我们公所的啊林区长，啊，搁有咱各位好朋友共同啊来祝福咱端午节到了吼，啊，伫遮庆祝啊咱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来庆贺咱的端午节吼。端午节是一个真有意义的啊一个节日啦吼，啊，就咱伫遮呢啊要感谢咱社区咱。啊，关怀中心，咱的啊，礼民姐呢，啊，伫咱关怀中心吼，多年来为着咱遮的啊，独居老人也好，啊，是咱一挂好朋友啊，拢来遮共餐吼，啊，今仔日办着咱啊，包肉粽的活动吼，啊，有咱真济好朋友拢来投入啦吼，啊，所以遮有那祝贺咱今仔的端午节吼，咱遮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万顺如意，啊，搁有咱的。议员，咱陈君豪的助理有哪来到现场啊？共同为咱这個端午节来庆贺啦吼！啊，感谢咱社区黎敏姐啊的斗三工，谢谢。啊，今仔日是咱礼化社区吼，啊，由咱阿敏啊理事长来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肉粽节的这个活动啊，而且哦，祝咱这个礼化里咱这长辈时代哦，会当伫这个肉粽节的年假，大家当安尼吼。足快乐的啊，来过这个端午佳节的假日啊，嘛祝福大家哦，伫端午佳节会当大家这个肉粽节食了身体健康哦，这年肉粽这个热量非常的高，所以咱来啊适可而止哦啊，会当莫讲一份就食足多粒吼，一粒就会当啊吼，好，感谢大家哈，祝咱大家这个
端午佳节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大家大赚钱，感谢。今日啊，社区承蒙台南市议员彭玉芳议员协助活动，另外社区婆婆妈妈们非常感谢。今日端午佳节，让大家齐聚一堂，大伙们大家做伙白肉粽，相当热闹，更加有传承的意味。青手的志工在歌手婆婆妈妈们志工教导之下，足紧就学会了，相当欢喜。三肉粽的阿伯讲，三肉粽要两点钟，所以肉粽白完还佫要等两点钟，才有热腾腾的肉粽上菜。所以理事长李敏姐啊，非常关心大家腹肚，先煮一挂面条，予大家先食，以免饿肚。中昼将伊两千外粒的肉粽分送出去，顺利完成今仔的任务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